小伙伴们，欢迎来到本期视频。阿杜一向简单，对任何事情的反应都是采取最直接的方式。阿杜在唱歌时所呈现出来的大音量，全都是他倾尽全力从胸膛挤出来的生命之力。我们还能不能再见面？我在佛前苦苦求了几千年，愿意用几世换我。Andy 这首歌受到成熟男子们的喜欢，虽然熟男已经历了许多的大风大浪，但是在他们的内心深处却还是会有着不安的感觉，只是没有人了解。可是 Andy 我真是不需要你，谁都可能暂时的失去勇气，外面不安的世界骚动的心情，我的熄灭，曾经你拥有炽热的心，我是真的不会要把我的爱。他一定很爱你，阿杜的成名曲是一首针对男人弱势诉求的歌曲。阿杜用他沙哑的嗓音为这首歌做诠释，相信不少零零后也听过这首歌曲，因为他实在太火了。比较容易死心，给我离开的勇气，他一定很爱你，也把我比下去，分手也只用了一分钟而已，他一定很爱你，比我会讨好你，不会像我这样孩子气，未能彻底。四叶平时的歌词加上阿杜沙哑的嗓音，丝丝入扣的演绎，唱出了在外工作务工人员的无奈心境。阿杜出色演绎更是感人至深。还有未尽的小伙伴记得关注我，我们下期再见。